大家好，我是阳泉交通广播九零幺早班车的主持人俊一。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开心能够和新华书店权威联合主办这么一个活动，因为对于阳泉的孩子们来说，想考高分其实还可以变得更容易。那么我们其实交通广播呢有很多的助力高考的活动，包括绿色带的送考，包括爱心填报志愿，以及呢爱心助学等一系列活动。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作为阳泉交通广播的一个新举措，就是联手新华书店，我们愿意用一个专业的态度来为学子们搭建一个能够和最好的学生一起沟通的平台，希望能够用我们的力量帮助到他们。这是我们一个开端吧，接下来我们每年都希望把这样的活动进行下去，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能够知道我们每年会有这么一个活动。另外呢，包括中考的孩子们也会有助力中考的活动，来帮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大考当中更加的从容。